10月23日，有网友发现安宰贤清空了个人社交网站上的所有内容。在稍早前，具惠善接受某杂志采访时，谈起他在婚姻危机中的心情变化，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。他表示，应该相信自己，而不是相信爱情，表明复出演艺界的想法，表示不想让离婚变成人生的伤疤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还是希望好聚好散，南韩意难忘，什么时候结局呢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